主席车评 Angry Pay 点进实况。美国的 Angry Park 来到台湾，输人不输阵，就让台湾的 Angry Pay 为大家实况国民党主席之争。哈哈哈，总统大卫在那边，我要赢啦！可恶，蜘蛛人派出租赁人来挡路，喵的哟！啊靠，蜘蛛人你怎么敢用这招？唉，只能重来了。夏伟，总统不能玩了。好吧，那来挑战党主席好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带头走，舅舅不需要哪一个位置啊！听好多次啊，大家都会被人叫过来了来了，看我杀杀杀！国民党基隆茶会，还管他的，先进去就对了。好啊，朱立伦，各位观众，报仇的时间到啦！啊，为什么砍不下去？下次就没那么好了。啊，好兵兵必须死！我已经退出了。谁最能够团结国民党？谁最能够带国民党走出困境？我相信谁就会当选。有奖等于没奖，还是必须死。哎呦，这关简单嘛，这么快就到 boss 啦！以退为进。我还是要谢谢朱朱姐，为党也为国家为大家所做的许多努力。哼哼，以为这样可以赢我？姐妹情深，我是本土人。本土啊，那在所有的登记选举人里面，我最本土了。黄品惠，抱歉哦，我是更比你更资深的台湾人哈。哈哈，我赢定了。怎么没了？党新闻，好，要等到3月26才知道赢了没？报道。